47岁的日本影后宫泽理惠拥有日和混血的甜美脸孔和性感火辣的好身材，是不少男生幻想的对象。但她最近却被拍到似乎发福照片。只见宫泽理惠戴着口罩来逛街，不过身形比起过去明显胖了一些。宫泽理惠出道了31年，过去在80年代可说是最具代表性的玉女偶像。16岁时正式出道，她的清纯样引发旋风。18岁时还全裸拍了日本最具革命性的写真，冲出了全亚洲的知名度。曾和相扑选手桂乃花有过婚约，不过后来改嫁了企业家老公，在2016年离婚。虽然她的感情一路走来坎坷，但是2年前她和小6岁的杰尼斯偶像森田刚再婚，两个人生活相当幸福甜蜜。这次被媒体捕捉到身形稍微发福，朋友透露最近因为疫情的关系，宫泽理惠才可以休假，有机会出门逛街，多陪家人。